我是钢管列车长的109年三月。109年三月14号，瑞芳传说站。9:35所拍的是，我看一下哦，又是江北和健康哦。花莲的 PP 之墙啊，以及 C31次交沿线告诉您呢，用武夷山区呢。12次将北回线，看花莲的 PP 自强号。109年三月14号，瑞芳大龙站9:36开始，以及 C31次将沿线靠树林圈车。C31次将沿线靠树林的圈车，NU513圈车。